炫的 Count the Mind 的所有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Dada 叮当，新年快乐！十年我最想做的事就是希望每一天都可以能够睡饱耶。我新年的愿望，因为明年今年的上半年我会2013年的上半年我会在新加坡忙我的人生的第一场的舞台剧，叫做《搭错车》。那我希望这次的舞台剧可以能够巡回到很多的地方，让很多的朋友都可以看到，我在舞台上不同的表演，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次的舞台剧《搭错车》。最后要祝福所有炫的朋友们，新的一年了，就祝大家就是身体健康，心想事成。